听清。二拜高堂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妻了。你放心，我董某此生绝不负你。这个月赚的这点小钱，我连首饰都买不起。四娘，你花容月貌的要这些东西多俗气啊！我就是一个俗气的人，我公孙四娘有今日，还不都是因为你白吃白喝白住害的？哎，咱把话说清楚了，今天凡设成这样是自己经营不善，这个锅我可不背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哦！你们说。人家董成一郎的儿子就能考上状元，而且昨天还迎娶了长安城最有名的大美人张家姑娘，我们呢却要在这里算计着挣了几个钱呢，亏了几个钱呢，在这儿发愁，说白了还是出身不一样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头呢？三炮，你们家少卿不管你啊，你说你不干活在我这儿偷懒，怪不得没有出头之日娶不着媳妇儿。嗯，四娘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们大理寺是靠世道吃饭，世道不安定，有案子我们就有钱赚；世道要安定了，我们就得去喝西北风。哟，饭来了。呀，饭到了。啊不，老大，西城出了命，你们俩赶紧跟我走。我去不了，四娘刚刚还骂我吃白饭。三炮，赶紧把双燕叫上。好。现在世道安定，那你的意思就是没钱给了呗？我娘给我留的，等我有钱我。给我戴上，这可是李少卿他娘让他交给新娘子的。哎哎
顺利哦。谢谢李少卿。这下手可真够狠的，脖子都差点给拧断。你就是新郎，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今天早上，我回房之后发现的。今天早上回房？那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？昨日宴请四邻，不免多喝了几杯，不胜酒力，就在前厅睡着了。今早醒来，本想跟小倩赔罪，没想到她竟然……谁能证明你昨晚没回房？这……父母早早睡下了，我送走宾客回到前厅，就睡着了。那就是说，没人能证明你昨天晚上没回房间。你可能就是杀人凶手了。血口喷人啊你！我怎么可能杀死小倩？我与她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，怎么可能杀了她？我早就说过不要去招惹张家，你看看现在啊，这可怎么好啊！张家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张家？哪个张家？官人呐，这个张家是长安城有名的绸缎庄，经营着大大小小十几个绸缎庄。小犬和张家姑娘自幼相识，青梅竹马，奈何张家夫人嫌我们家穷，拿不出像样的聘礼，两人的婚事也只得作罢。可是一个月前，小倩突然兴奋地告诉我，她得到了贵人相助，可以嫁给我了。贵人？你可知道贵人是谁？他说此人身份特殊，不能透露。不对呀，这张家姑娘不是嫁给程一郎董大人家的儿子了吗？你是说昨天成亲的那个状元郎？对呀，没听说董家娶错人了呀？而且张家姑娘的母亲和兄长昨天也参加宴席了。这就怪了，如果张家姑娘嫁到了这儿，那么董家公子娶的又是谁啊？陈生，你可知道嫁去董府的是谁？你就没想过，小倩如果没有嫁到董府，董府和张家都不会放过你们吗？我和小倩商定好，在父母面前成完亲后，我们就去南方做小生意，更名改姓，不再回长安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知道的全部事实，就是一个月前张家姑娘被一个身份特殊的人帮助，想出了一个可以让她嫁给你的方法。是，但却在成亲这一夜被人杀死了。那清晨你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，可发现有其他异常？这张家姑娘平日可有什么仇人？没有。那你能不能想到有什么人会对张姑娘不利吗？来人，把她带回大理寺收押。官人呐，官人饶命啊！官人，小儿冤枉啊！老人，您放心，只是审问，不是定罪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。老人家，还劳烦您，这屋里的东西先别动，也许我们还有用。尸体呢？来晚了你。要武馆。怎么了？怪不得张家不肯把女儿嫁给他们，这家也够穷的，连门上的破对联都舍不得换。
我说，咱们不去查案，跑这儿来干嘛呀？你傻呀？既然张家姑娘已经死了，那嫁进董府的是谁呢？嫁进董府的是谁呢？董公子这么年轻就考取了状元，前途锦绣，长安城里多少女子都想嫁给他。啊，我懂了。这样，张家姑娘死了，对不对？取而代之的，就以后可以过上好日子呗，对吧？哎呀，可这都是咱们猜测的呀。人董家凭什么交出新娘子？这就要看咱们李少卿有多大面子了。嗯，哎哎哎。书生陈某一家作证，死者确系张家姑娘，案情诡谲，特来叨扰。既然李少卿质疑我家媳妇儿的身份，本官已派人让犬子带媳妇儿过来请安，让少卿一辨真假。办案需要，失礼了。父亲，果然是个大美人呢。长山公主，公主，哪儿来的公主？您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真的是公主？你说什么？公主？可不是嘛！要不是我老大发现，那董家还以为娶的是张家姑娘呢。所以说，这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真是害死人呢。成亲前两方连面都没见过，成亲后连娶错了媳妇儿都不知道。这公主如果想结婚的话，直接去求陛下赐婚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非要偷摸顶着张家姑娘的名儿去嫁人呢？这就得问李治了，他人呢？陪着董家父子进宫请罪去了。验完了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在昨夜的酉时到戌时之间。张家姑娘确实是被勒死的，而且反抗得很激烈，感觉手指甲都已经抠进凶犯的手里面了。哎呀，染得那么好看的指甲，真替她可惜啊。哎。我一直不懂你们女孩为什么非要染指甲呢？自自然然多好看。你懂什么？那张姑娘的指甲染的是少见的嫩粉色，听说只有宫里才能培育出那么粉嫩的凤仙花。这张姑娘又不是宫里的女人，她为何会有宫中的粉色凤仙花呢？这还用问？当然是公主给她的。哟，回来了。陛下有没有封你的功啊？没知罪就不错了。你没问问陛下，公主为什么要顶着别人的名字嫁人呢？陛下本来有让公主去西域和亲的打算，但公主不从，陛下也就迟迟未下定论。公主应该是害怕夜长梦多，索性先下手为强，嫁给一个朝中的青年才俊。这个办法未必稳妥，如果陛下真要让她和亲，大可下旨让他改嫁。
所以他才想要顶替张姑娘之名嫁进董府。要不是被李治发现的话，他现在还在董府做夫人呢。萨摩，有件事需要你帮我查一下。陛下为了安抚朝堂，就大度地赏了董府，算是补了公主的嫁妆。但是他也怀疑是公主杀人，对不对？除了新郎之外，最有嫌疑的就是公主了。但碍于皇家颜面，这事儿还得悄悄调查。如果真的查出来公主是凶手，那陛下打算怎么处置啊？其他我们管不了，我们只管查案。我们只管收钱。我打听过了，张家喜娘说她亲眼见到张家姑娘上了轿子，而且也没有绕道，直接送进了董府。那就是说，在董府拜堂成亲的是真的张家姑娘。那跟陈升拜堂的就是公主吗？陈升家把新娘送入洞房的时间是酉时，董府是戌时，这么算来，公主就有了一个时辰的时间从陈升家跑出来，赶到董府，埋伏在董府的洞房里。这样张家姑娘只要一进门，就立刻把她掐死。把人杀死之后，只要再把张家姑娘的尸身送回去就可以了。董公子回洞房的时间是子时，这么算来，这中间的时间足够他一个来回了。这公主折腾这么一晚上，你们想想啊，这公主这么娇弱的身板，这一晚上这么折腾，不太现实吧？李家人是靠娇弱取得天下的吗？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公主杀人的证据。我记得双月说过，张家姑娘死的时候好一顿挣扎，连指甲都劈了。如果凶手真是公主的话，在公主身上一定会留下什么伤痕。那谁能看到这公主身上有没有疤呢？公主最近一切可好？公主一切安好，还请李少卿放心。张家姑娘被杀之事，你们告诉公主了吗？啊，怕公主担心，不曾告知。少卿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公主的手臂或者别的地方有什么疤痕或是伤？请少卿说话掌握分寸，莫失了规矩。是我鲁莽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恐不便久留。那晚和你拜堂之人，你觉得她是公主吗？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，那晚与我拜堂之人的确是公主。那日拜堂之时，我曾瞥见新娘左耳后有一颗黑痣。我明白了，失礼，告辞。有钱人家的公子还真讲究啊！你说这空气里有什么呀？还这么大？你懂什么呀？多少人一到春天就容易花粉不服，人家这是保护自己。那也太娇气了吧！是啊，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，身体壮的像个野驴？真不勤夸。
老大快出来了。哎，子苏，你终于来了。先帮我画张图，图中要标明张家、陈生家、董家，还有皇宫。要娶书生陈生家的公主，最后却被抬到了董家，而本来要去董家的张家姑娘，最后却去了陈生家。也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公主跟张家姑娘在中途被人掉了包。我明白了，应该是两人在中途互换了喜轿，才使得张家姑娘到了书生陈生家，而公主到了董府。没错，而这两个人能够碰头的地方只有这里。如果我们推测没错的话，这里就是他们掉包的地方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俩掉包的方法。老大，老大，哎，我问过那个轿夫了，那天张家姑娘就在这儿，对，就在这儿，真的出了点意外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还摔了新娘子？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得了得了，咱们快走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当时两家的轿子紧紧挨在了一起？那轿夫是这么说的，当时两边的迎亲队伍走得快，撞得急，而且两边都没站住，轿子落地的时候紧挨着。那轿夫还说，这两个轿子长得十分相像，要不是喜娘跟着的话，那个张家姑娘真不知道在哪个轿子。两个轿子长得一样，难道是公主故意制造事故，好让两方迎亲队认错轿子，再将他们带错目的地？不可能，有喜娘跟着，就算轿夫不认得的话，喜娘认得。公主好不容易从宫里逃出来，哪会用这么不靠谱的方法？我觉得人互换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你是说这两个新娘从轿子上下来再换到对方的轿子上，会被多少人看见？哎，你干嘛去？去看看成亲那天的轿子。走。三炮，你说当时那两家的轿子是紧靠在一起，是前后靠呢，还是左右靠？左右靠。哎，你俩愣着干嘛？抬我呀！啊？什么？赶紧的！开什么玩笑？你以后少吃点行不行？你，哎，什么情况？这轿子底下有个翻板，上面有布蒙着，确实不易被发现。得了，李少卿，去跟陛下复命吧。公主不是杀死张家姑娘的凶手。此话怎讲？轿子底部有翻板，可进也可出。两支迎亲队撞到一起是提前算好的，张家姑娘和公主趁机从轿子里的翻板上跳下，换到对方的轿子中。李少卿，你们果然在这里。董公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公主得知你们上门造访，就追着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就将张家姑娘被杀的事告诉了她。她说你们一定会来这里，
所以让我来找你们。公主找我们有什么事？这我也不知道，还请各位移步府上，让公主亲自跟大家说吧。请。陛下一定派你暗中调查我了吧？其实你无需替他隐瞒，一个用自己亲妹妹的终身幸福换取不动兵戈的人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张家姑娘被人杀死，我虽不是凶手，却也难辞其咎。如果当初不是我找到她，要替她嫁入董府，她也不会有如此下场。可是能嫁给陈生，张家姑娘应该还是很高兴的吧？从陛下暗示我要去和亲，我就开始暗中派人打听长安城中近日要娶亲的青年才俊。在得知张家姑娘正为无法嫁给一个姓陈的穷书生而苦恼时，我便召她进了宫。我替你嫁进董府，让你和陈生更名改姓，远走高飞。作为交换条件，我准备了一些金银首饰，就当是给你的陪嫁吧。多谢公主。陪嫁？您给了多少？三毛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钱？哎，不是我财迷啊，而是那陈家，一点也看不出有钱的样子啊。或许是张姑娘想在成亲之后再把钱拿给他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应该在张家姑娘嫁过去的时候，这些金银首饰就随她一起带过去了。可是我们去查看现场的时候，别说金银首饰了，就算是一个多余的铜钱，我看也拿不出吧。那这金银首饰又去哪儿了呢？公子，不好了，张家的母子俩又来闹上了。让他们在偏厅等着。是。他们来闹什么？还不是说我们害死了他女儿，让我们赔钱。你们一个公主，一个状元郎，还差那点钱不成啊？不是我们不赔钱，这张家就像个无底洞一样，今天给了明天还要，三天一小闹，五天一大闹。只要杀人凶手不找出来，我们是不可能安生的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家当会被他们掏空的。可是这张家不是经营着很多家绸缎庄吗？按理说他们家家底儿不比你们薄啊，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钱，很奇怪啊。三胖，你去打听一下这张家到底缺不缺钱啊。之前打探过了，这张家的绸缎庄啊虽然生意很好，但是耐不住有个病殃殃的张公子，是个败家子儿。这张公子嗜赌如命，现在这个绸缎庄还在赌场压着呢，绸缎庄的收益直接入赌场的账，抵他的赌债。所以他们才要趁机讹你们。我说呢，当初父亲给了张家一大笔聘礼，想必也拿去还了赌债。这个张家的公子是个赌徒？对啊，我刚才说得很明白了，你是不是傻了？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记住，把张家母子拖住。大娘，这副对联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？去年挂的，不过成亲那日，生儿为了显得新鲜，还在上面重新描了一遍字呢。什么意思啊？让我们等这么久，一个字都没拿出来。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今天要不拿出钱来，我们孤儿寡母啊是不会走的。张夫人，恐怕你从今往后都不能再从董府拿到一分钱了。
哼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是什么人杀死了您的女儿。什么？是谁？谁杀了我女儿？你快告诉我！这个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您抵押了全部绸缎庄，把女儿嫁出去谋取高额聘礼，还上了她全部赌债的张公子，您的亲儿子。你胡说什么？子熙怎么可能杀他妹妹呢？是啊，什么人才会丧心病狂地杀死自己的亲妹妹呢？或许是发现妹妹私藏了另外一大笔钱，所以才动了邪念，起了杀心呢。儿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别由着他往你身上泼脏水呀。嗯，说我杀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我第一次到陈家的时候就觉得奇怪，好歹是娶亲啊，就算再穷没钱换一副新的对联，那应该把上面的字翻翻新。可你猜怎么着？陈家的对联不但没有翻新，就连上面的字都剥落了。为什么？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你猜那副对联上剥落的是什么字？陈家大门我就没进去过，怎么可能知道？少的字是书，弱冠弄柔汉，着落冠群书的书。我问过陈家父母，陈生在成亲当日重新翻新了对联，那个字根本不可能剥落，那又是谁把这个字揭掉了呢？谁那么无聊要去揭一个对联的字？是啊，谁呢？我猜会不会是书和书同音，有的人大概见不得书，那又是什么人最怕书呢？赌徒最怕书咯。没错。你说的这些都只是推断。要证据啊？当然有。我听说张公子最怕接触到花粉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到了春天就会穿得严严实实。按理说您的身上近日应该不太可能有外伤，张姑娘死的那晚曾经对着掐死她的凶手拼命挣扎过，可否请您露出手臂？如果没有伤疤的话，我立刻向您赔罪。就算我手上有伤又怎么样？难道我就不能是因为别的事而受的伤吗？这根本就不可能成为证据。哎，你放开我！得罪了你。这是我喝茶时不小心打翻杯子烫伤而已。张公子真爱说笑。子熙，这是……这明显是花粉引起的邪热侵袭化脓之后的伤疤，而你最近一次亲密接触到花粉就是张姑娘染了凤仙花的指甲。我去赌场打听过了，您在张姑娘成亲那日刚还了一笔赌债，而那天绸缎庄既无记账，你也尚未从董府讨到张姑娘的丧葬费，那么那笔钱哪来的？这根本就不能怪我，都怪他自己一心只想跟着那个窝囊废远走高飞。他有没有想过我啊？我是他的亲哥哥，他连我的死活都不顾了。子熙，我早就发现他情绪异常，所以我这两天一直跟着他，我跟着他。
你的亲妹妹呀、啊！亲妹妹，不顾她的幸福，也不顾她的感受，把她当物件卖出去。你又什么时候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？三炮，竟然有人为了区区小财，残害自己的手足。死我了！我刚做梦吃烧鸡呢。又想躲着不干活啊？我说四娘，我刚眯会儿就被你骂，我都不想干了，怎么了？啊，给你干活你又发不出工钱来，我何必苦着自己？翅膀硬了啊？那我告诉你，你在这儿待一天，我就得用你一天。有种你走啊！想走那天自然会走的。怂了是吧？少给我在这装蒜，地擦了，碗洗了。地擦了，碗洗了，擦地洗碗，还不如要饭去呢。我听说东边新开了个赌房，哟，是吗？前天老王狠赚了一笔。行行好，省点吧。走走走走走，赶紧去看看，咱们这东西哪值这么多钱？要不这样，我拿两个，不算。哎哎，抢劫了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